动作快点，你别耽误大伙时间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在虚度光阴。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高中课堂，在我梦里，我还能让你帮我给欺负了？这梦钻，爽！在整个教育史上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恶劣的事件。燃烧吧，我的青春！别闹了，媳妇。 现在美国总统是不是奥巴马？英姿飒爽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雄鸡中，飞上枝头。